官讼预测打官司。看打官司啊，执符公是原告，天乙公是被告。哎，什么叫天乙公？拿这个举例子啊，这是执符公，执符的落公，这就是原告。那么看执符公这个本宫里边原有的星是什么星呀？天府星吧。天府星现在飞到了哪个宫了？这就是被告，这就叫天乙宫。大家记住这个啊，执符神落宫，原本的星飞入的宫叫天乙宫，是被告。这个记住了啊，执符落宫为原告，天乙宫为被告。开门落宫代表法官，哎，你法官审案子你得公开吧，所以是开门代表法官。六合落宫代表证据和证人。景门落宫代表什么？诉状呀，起诉书呀，景门嘛，啊，文书印信。经门是不是对宫呀？是不是代表说呀？经门就是辩护人、律师，这是条件啊。那么执符落宫如果克天乙宫者，原告胜；天乙落宫克执符落宫者，被告胜。如果两宫比合，代表和平解决。如果执符宫生天乙宫，这是原告开始起诉，后来主动求和啊，执符宫就是原告生被告。如果天乙宫生执符宫，代表被告主动求和。开门的落宫如果克执符宫，天乙宫，也就是说法官又克原告又克被告，代表法官是铁面无私、公平审判的。如果开门落宫生执符宫，代表法官就偏向原告。反过来，开门生天乙宫，那么就是法官偏向被告。如果开门入木，代表法官糊涂，审不明白。如果开门落空亡，不开庭。如果是反吟，肯定需要重审，或者是换法官重审。景门代表起诉书，如果落宫妄相，又得三奇或者及格的，代表你这份起诉书呀，情辞恳切，而且又不被开门宫冲克者，必被受理，哎，就受理了。如果开门宫冲景门落宫，代表法官不受理，不接受你这个诉状呀。如果景门落空啊，又带这个玄武腾蛇的，代表主诉事实不真实，你这个诉状啊有假。如果六合逢空亡，是不是代表证据证人不足，或者是没有证人和证据？这些条件其实挺明了的啊，大家看两遍就能记住。执符落宫临戊生门生开门落宫的，而开门又来克天乙宫的，并且六合宫逢空亡的，证据不足吧？但是原告贿赂法官，法官受贿以后，他就克那个天乙宫，克了被告了，偏袒原告，不公平执法，加罪于被告，是这个相。如果天乙宫临戊了，生门也来生这个开门落宫了，而且这个六合宫也空亡了，没证据了，开门又来克执符落宫的，这不是证据不足，但是呢，这个被告贿赂法官，法官依然不秉公执法，加罪于原告，这么个相，反过来了。还有开门宫被执符宫临戊和生门来生，又受天乙宫临戊或生门来生，并且同时开门宫又克景门落宫的，这就代表法官是两头吃啊，两头拿。但是呢，又克了这个景门了吧，克这诉状了吧，就是吃完原告吃被告，但是就是拖着不开庭，延迟受理时间，这就是不停的要啊，这个相。还有原告方的年命落宫与被告方年命落宫之间的生克，也能来决定胜负啊。原告年命落宫克被告年命落宫的，原告胜；反过来，被告年命落宫克原告年命落宫的，被告胜。这是条件啊。